大家好，我是小梁。哎呀，兄弟过来，我都准备去抓条草鱼来做鱼生，鱼生片嘛。哎，现在去抓鱼去。你们一拉嘛，都丢人了嘛！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！抓到没有？也是也只老板红，没只红一撮来嘛。咦，把那丢那丢下个老凹。哇，抓到了没有？哈哈哈哈哈哈。哇，你看，抓到这么大一条了，可以可以，还得钱吧？嗯，还行。喂喂喂喂，小心，没加水。好，可以了，够吃了，够吃一餐了。哎呀，够吃一餐啦！刚才老表也打电话来说，上来啊，上来要吃你的鱼生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回家了。你看大哥扛了一个渔网，变成那样子去了。睡完了。这么大一条，你看，可能要五斤吧，差不多五斤，应该说。那个耶。
那两个。嗯，高手，真的高，很高。那炖了起来蘸的。主要那个耶。干了。炖下来个炖，再炖。炖熟了，那个小，哎呀。那啥？厚一点，多吃吃多一点。厚一点，甜一点啊。对。老大的几天是公的，老妹，你当个老妹。当。然后把妹的把那来，干净了。哦，带上来拿的嘛。来来来。很重，很重的是吧？这样的，这样的。现在师傅切了啊，要切薄一点，这个大家看看，太厚了，等一下。是啊，要薄一点，你看，透明透明的，你看。有味。薄如蚕丝啊！酸水来了。换个温度啊。嗯。切点辣椒。咦，你没忙哦？哎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饮料呀，赶紧！等等呢，等等就啊，等等等呢，没。他们不叫啊？不叫。嘿，不叫呀，不买。放一单来，一单的。太逗了。啊，来。出去了。我叫王芳，我叫陈豆颖。有吗？哦，过年刷没有？我晚上呢？晚上感觉闷的，别黑了，我来就弄了耶。一笔账呢？一笔账了啊？哎，那你说？弄什么？一家子给他堆满，堆在堆上。堆也堆啊，你讲。弄了干嘛？点干。啷个啦？老外。漳州外。嗯。压你一家子，你别让。兄弟，你连账。